真的很赞，我跟你说真的不开玩笑，而且我这边全软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亚当，我是明明，在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是非常热的下午。今天要换一个不同的地点，因为我们都是帮别人瞧，帮别人弄，我可不可以让人家来帮我处理一下？肯定可以。所以你今天有帮我安排特别的行程，对不对？我来给你安排漂亮的女孩子。老公，紧张喽？不用，一般的就好。我是你个鬼。重点是要会按，这也是预约了很久的，很夯的，很夯的月式洗头。他会帮你洗你的 body， 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洗我的头就好了。还洗脸啊，洗你的有的没的啊，重点是很便宜啊。那我们就要退休了，我就当一个变相的评审。为什么我要坐着，你要站着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样可以吗？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最近最夯的月式洗头，开球。老板，您今天要做什么服务？要跪下，谢谢。看这么便宜，你在业配吗？没有，它真的很便宜，它九十分钟最最最最贵，还给你用中药哦，才1900。我觉得有点扯哎，这个压力会很大。你要哪一个？你看你想要哪一个啊？我没有想要，这里面有黑的，都是真的。好险，压力减轻了。他心里一定觉得哈。他有剃胡须啊，你要吗？我胡须没有。月式的好特别的是，他的项目不管多跟少，他的时间是一样的。对，第一集肯定是最好的，我的朋友开就是赞。赞。然后我们就这个项目，你看哦，他有洗脚、去角质、脸部敷面膜、掏耳朵、剃胡须、脸部按摩、肩膀按摩、修指甲、洗头。我等等，我就好好去体验一下。师傅啊，这个指定吗？这比较重要。你是要指定哪一个？你跟我说，你要指定哪一个？跟我说。想指定这个男生帮你做。这个男生是客人，你是想看这个啊？哪一个？你跟我讲。这个还挑。我觉得他最屌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九十分钟做那么多项目，好好了解一下整个流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最夯的月式洗头是什么 ？Waiting。我们等等要拍，所以可以帮我们安排在一起吗？可以，谢谢。你好可爱，好喜欢你。你想要干嘛？挖脚，挖脚。嗯，在别人店里挖脚。霸气外露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穿上帝王式，我觉得衣服有啊，帝王我里面孔给没？为什么没有？给是女王级，对，我是女王啊，我们就准备，我们要去爽嘞！哇塞，好，谢谢。在泡那就舒服，等等都还没开始。泡热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，好不好？我们是可以指定车脑对哦，可以。一定是大名字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去角质，去角质。哦，这个有去角质。对，是有除毛吗？没有啊，有角质除毛。有角质除毛。不要，千万别除了啦！不行不行，不行。他输了啦，他们输。哦，对，他是用拔的，要不要？不要。结果你的腿部的肤色马上变不一样。真的吗？你看你的腿，真的。好酷哦！它这个是有美白的效果。那要天神就用这个，并没有。那我脸可以洗吗？脸要去角质。先看我的脸有没有白。对对，先看啊，我看看这样。我的腿真的有变白哎。真的有哎。好想全身来一下。我说实在的，真的蛮舒服的。这个就是帝王享受的第一成就。哇，师傅你那个拔罐的话，哇，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给你们练习的后果。要刮好，所以第二卡是刮胡，比他抓的刚刚好，超屌的，真的他不夸张哎，他打理好好哦。他等下突然手抓完之后，我跟你讲我会刷起来，好险我是包他，你想包他会很像你包他，双关哦这个，不要带封面好吧，他的标题不应该想说洗头。它的标题应该是综合那种美容 SPA， 对不对？它整个就全部都有啦。你看，它就是好像在我的脸上弹钢琴。我的天啊！你看出来，你看他的手哦，天哪，超赞！这个频率要录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我的脸哦。
的。我要静音模式，不用讲话了。好，交给你们了。我要圣人模式。对。是不是你想睡了？没有啊，没想睡啊。太亢奋了。你看我眼睛都被挡成这样，你自己也被挡了，你在看什么？有美女躺在旁边。哦。店长好厉害哦。店长超屌的。果然是店长。原来敷完一个面膜，什么都好了。哇，现在圣光哎。哎，真的。对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，就不用开美肌了。对。发光中。洗头感想要来一下，我语无伦次哎，年轻人十岁哦，就觉得很赞，真的很赞。他们技术真的到目前没话讲。欸、在那边洗啊、欸！好屌哦！吓我一跳，我还没注意到，怎么突然我瞬间变形金刚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很赞，而且还有光，你知道吗？RGB 你知道吗？是的。哎、欸，你那里也买一台这个好了。我买那个干嘛？你又不帮我洗？你帮我洗啊！这是新东西吗？你交杯车。我跟各位讲，这真的感觉真的是从前所未有。我跟你讲，前所未有，这种感觉超赞。哇、哦，这更屌，这真的更屌。超爽，你知道这个就是一天整天的疲劳，眼睛不是看手机看掉很酸痛、很胀吗？完全释放掉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样弄完之后啊，你会沉浸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。你知道我讲的真的觉得好像在业配，可是我真没有在业配，是他真的做的，我只能这样形容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爽，没有什么好讲。我认真讲，我现在肚子居然饿。这猫总该怎么形容？就真的是人家说吹弹可破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感觉现在这真的是这边都没东西，晶莹剔透，好吧？对，晶莹剔透了啊，吹弹可破，哇塞，真的是再靠近你都没问题。十五九摸一下，好，你摸。我跟你讲，差太多了，你摸脸。你脸最明显，哎、欸，这它是滑的，对，它是没东西的感觉，而且很软，对，有灰尘那种感觉，没有，真的很赞。我跟你说，真的不开玩笑，而且我这边全软的。大家看，你看我手指头，哎、欸，到底耶，真的全软，可以一直搓到无止境啊，完全没感觉啊，就松的。看后面的杰作，这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然真的难免有几道伤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等一下来分享一下详细的感觉是如何。我觉得真的不开玩笑，以我专业的角度来讲，我就觉得说他们整体做起来感觉真的很好。可能他们培训的一些老师们，他们真的是做的有一定的水准，真的没有开玩笑。